行，阿巴圣贤记，佛圣先正法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入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村，白羊逢运到现春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到德阳，万邦咸阳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子离苦轮，二六十首一，气昭远以气飞，气昭远莲花座上未淡息，安置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宁，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，学至中庸病，今曾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斋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世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悟善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涛，事农积功古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相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普度前缘亨利贞，诵念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，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，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佛济公真经，免难又消灾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，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缘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，济公活佛曰，家中有本真经可保平安，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
确保恶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苦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护送地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打天，国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挂大千，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那个吗？捡起来当肥料吗？得者的群生得光辉，东来指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一生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帝王开了来万八村。白羊逢运到现春，青红运意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般咸阳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安照，是指点不天千定万定有，为母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字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名字于离苦二六首一，去朝远一即飞，莲花上会难起。尊者本罗汉，上六金身到十金，一世性一人是归一门，先民男女经文物不透莫迟疑，受五知学士中用病能把情丰富，一切要做成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斋，战至会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以正视明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于过物善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无海淘，是那你还要买那个知道吗？何家平安，是经文虽前进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五经呢？奉行真经脱苦路，心诚浅白首。等一下，上经了，有两经。陈美云前贤，陈美云前贤。看。麦克风关上哦，关上你的麦克风。哦，谢慈悲，哥哥可以继续了。心诚且白首，挑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相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癫，万病解却孽不缠。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念
宋此活佛经，福慧双生长。宋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。宋此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宋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六九众缘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恶却，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悟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也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。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山中远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圣兵，云雷震开雾起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九殿圣教归上圣。天花阿老母垂玉线，收远显化在古洞。南北两极连中绪，文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江下通天桥，隐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烧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日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五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我不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往右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点红发显神通，扯起早旗遮日月，脱
顶生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当来当下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。念两遍得超生，是念成鬼胖，往念心魔，往一成修持见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佛，南无太宝阿弥陀佛，十口一口再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七口八口九口十口熟。爱享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信士信女，请各报告及喜名。弟子向天正。洪师庭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。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道，圣持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今晚的参与，然后学经讲今晚导读完毕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全正前贤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导读，一起诵经回向，希望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美好。拜拜。感恩了。反正前贤慈悲，很优秀的前贤了，再见了。组长晚安，点传师晚安，护林晚安了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，感恩了。拜拜。再见了，晚安。
五千的纸杯，好了，各位点传师纸杯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晚安，晚安。